然后就这样，应该降了，反正这个事儿降了，干了就开始。这片再往上升升呗。好。然后怎么着？那个槽距怎么调？都演示一下。槽距。槽距调的得上这边吗？过去。哎，这上面没贴贴儿。看这个升降啊，看这个地方。等会儿。这不是下去了，不上来了。然后坐紧，然后看这个左右哈，那这个没调好，那这个点儿得尽量去调一调，才能调成对。